经开始了。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。哇，我们满意了吧？不是吧，干。闲聊。没有，我有一个重要事要告诉你们。你要结婚吗？好恶心哦！好，这是作业，我要跟我妈妈说。哦，这个是妈妈，好，我爱你。好乖，爸爸。好，那换你跟我说。嗯，我也爱你。我要讲就是爹哋妈咪，我爱你哋啊！虽然是功课，但是是我真心想讲。是不是要给你回应啊？老师叫我们连假回来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你。好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妈妈我爱你哦，赞。好啦，就是好，就是我爱你啦齁。哦，oh, 我是要跟你说我爱你们。要起上一千年。好了，太尴尬了。好，我爱你。好，你要讲阿妈我爱你。好，阿妈我爱你。你在录影啊，你可以看我啊。你也可以回他一句话。我爱你。好了，早日康复。好尴尬，说完话就结束了吗？可以抱一下，废话就当然一定要的。好了，我爱你，你不要哭。我觉得你想哭。好，来抱一下，我也爱你。好，这一方。妈，我爱你。最可爱的。爸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妈妈，我爱你。那请问客家话我爱你怎么说呢？爱爱你。爱爱你。我爱你。我爱你。抱抱。爸爸我爱你。妈妈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妈妈我爱你。妈妈我爱你。注意身体啊。好，谢谢威廉，在学校里自己注意身体。行，勤奋学习。我爱你们。然后抱一下。这好重要，超重要的。他说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当你的娘，我真的觉得很幸福。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感谢，感谢你。我盼望会让爱珍惜。妈妈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爸爸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我要讲啦，阿美，我爱你。我都好爱你嘅。陈德坤，陈德坤。好啊，好啊。
好了，好啊，我爱你哦，小飞，我爱你哦。我的亲爱的女儿，我也爱你哦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怎么了？什么意思？我爱你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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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磊哥，哥，我也爱你。这有问题。没有，我人家有个作业要回家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你，然后我刚讲的，你居然只回我好哦，你真的是好哦。哦，好，我不知道，但话我会讲不完。哦，好啦，好，那没有事。对啊，好，好，拜拜。怎么？作业太好混了。怎么太好混了？没有做完，拼那个成绩就只有50分耶。不要挂我电话。再一次。尝试，拜拜。那就是我要跟你说，对对对，然后我爱你，我也爱你，好，拜拜。那就是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，然后感谢你们十九年来的照顾啊，我爱你们。爸爸妈妈，我爱你们，我爱你。妈妈，你不要这样。妈妈，妈妈，我爱你。太假了，爱你，太假。哦，就抱你啊！对，我还要亲一下。不用，你不要这样，要远的。啊，嗯，好，嗯。嗨，大家好。嗨，大家好。我是妈咪，然后这二十年辛苦你了，妈咪我爱你。好，嗯，妈妈也爱你。嗯，好假的。这是我爸，然后，这句话我很少对他说，就是我爱你，爸爸。谢谢。好，妈咪我爱你，啊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。这是我阿嬷，阿嬷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哎呦，没有。这是我爸爸，爸爸我爱你。我爱你。对。然后现在就是要跟你们讲说，我爱你，爸妈我爱你。我觉得这可能是整个这个等一下播出的这个影片，就是我可能是唯一最真诚的我爱你。我觉得大家我爱你都非常的假，我的我爱你才是最真的我爱你，好不好？很假哎、欸。爱你，爱你，爱你，算你要不就爱你，爱你。好 ，OK，OK。Okay, okay.好，拜拜，爸妈我爱你哦，拜拜。我要说咯，我爱你们，耶、yeah ！我要抱一下，耶、yeah ，耶、yeah ，100分，耶、yeah ！好，没错，爸爸我爱你，耶、yeah ！妈妈我爱你，耶、yeah ！今天难得哦，我过来塞车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，哪有、啊、很有诚意啊！我爱你们，我脸太大了，哪有不会？我爱你哦，谢谢开车载我上山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爱你，我
妈妈我爱你，谢谢你把我养那么大，然后现在一点多还煮那么好吃的晚餐给我吃。你干嘛？妈妈也爱你。我可是爱你哦！